二届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Nova Remake 的吉格斯后仰跳投经典再现，镜头一转，卡尔玛斯学被三人追赶，侧面赶来一个深海泰坦，极限距离大招一探，这里难道说吉格斯找准落点，向前一步后仰跳投命中三分，距离正够，灵动收割，看我天秀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Nova 龙的盲僧三级三杀，天秀操作无解暴走，这才一分多，龙就要开秀了，前排出售板凳啊！龙提前站位蹲到游走酒桶，一记天音波精准命中，不依不饶，二段跟进，边追边凶，辅助牛头闪现小连打出闪现技能扑空，赵信忽然闪现杀出追着酒桶，接着叫来鳄鱼老兄，盲僧一看大事不妙，先别硬冲，牛头倒地，青钢影钩锁命中鳄鱼，盲僧天音波跟上，一记残血二段，我就是皮，空中细节逞蓝，还可以再度发力，前方残血酒桶金钟罩摸上平 A 一记闪现拉开距离，库奇跟闪我要报仇，龙反手还就偷偷回头，边 A 边走挂上减速真的是油，等待天音波极限转好，二段跟进黑血反秀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JTeam Barry 的维恩闪转腾挪天神下凡暴力输出，我们来看维恩如何化险为夷，带领队友赢下团战，牛头推推二连击飞发条，鳄鱼奥拉夫开大进场，露露赶紧翻墙交闪，维恩隔墙开大增加输出，边走边 A 打退奥拉夫，众人皆退，吉格斯瞬间暴露翻滚连 A 输出不断，三环打闪加速向前追击炸弹人，先行回拳，永恩双剑滑铲，红怒鳄鱼还想突脸，秒解水银输出不断，边拉边看鳄鱼金身拖延时间，反手追击永恩再见，调整角度定墙，鳄鱼边追边点一键三连，马上就拆水晶了， JTeam 众人抱团推塔，忽然卡密尔被切，我们的主角紧接反手开大，鳄鱼闪现荒漠之咬，永恩击飞瞬间黑血，还是快逃，维恩起身闪现赶紧逃跑，永恩跟闪不依不饶，天哪，极限翻滚隐身，永恩丢失目标，反手定墙打出秒表，边 A 边走假意后靠，实则卡起身翻滚回手一掏，天神下凡，机操机操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JTeam 潘的永恩七进七出，左扭右突，勇夺四杀，卡兹克把武器粘住了呀，接影子往蛤蟆悄悄一挂，鬼斩一开，螳螂贴脸先交个大，落地反向走位，看我再把你耍，嘿呀，后面居然有一个老六，永恩手起刀落盯准影子，哎，我就是一刀斩，前脚刚回本体，后脚家里要怎么被逮了，卡兹克着急进场无奈被秒，等永恩赶到正面战场，你们两个残血一丁一丁的几个意思啊，永恩破障之风灵魂出窍，反手双剑滑斩，角度很刁，假追酒桶真切猴子有点小骚，落地三段击飞吉格斯搞他一搞，边 A 边拉细节叠层输出巨高，两段错域切回身，吉格斯被迫秒表，武器盯准回身位置捏晕再靠，无奈加里奥关键嘲讽及时赶到，永恩手起刀落直接横扫，人头到手，你们别闹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Nova 龙的卡兹克蜻蜓点水刺杀收割惊艳暴走，071带圣大招率先发难，小龙还有5000血线，正面战场乱作一团，如果你是打野，是正面直接迎战还是先拿小龙等等再看，龙显然已经有了答案，先把小龙打个3000血，哎，队友怎么在喊，极限距离虚空突刺先赶一赶，转头钉死血线拿龙再战，开打鳄鱼被四人看，这个位置有点难，再次虚空突刺减速再看，卡尔玛瞬间变残，就是这个瞬间，卡兹克灵性越击战火重燃，收完卡尔玛马上隐身继续观战，等待对面散开全部孤立无援，卡兹克再跳收下瑞文，刷新位移再跳收下肾，再跳 F4 闪现过墙追人，一套丝滑连招，内瑟斯只能倒地直不起身，这卡兹克属实是狠，他们俩车库能看到，打起来瑞文没闪，瑞文没闪，打我有金身，我有金身谁能走